现在在去彩排的路上，今天早上很认真的消了个妆，然后用那个咖啡因的精华洗了好多，按摩，感觉希望今天晚上会有用。对今天的期许就是希望不要破音，不要忘词，哈哈，然后不要紧张，你们听得到和声吗？我这里没有。说往台下飞一飞，总感觉以我的这个能力来说，我怕它飞不远，先试验一下。还行，用力的话，到时候试试吧，希望能够飞远一点。感觉刚才扔的实在是有一点超不过我脚边的一米。这真的好吓人。